伊健呢晚聯同吳君如、 Amanda S、 Lisa S 等等出席名車陳列室的開幕活動。見到呢個品牌推出全新的電動概念跑車，伊健即刻心喐喐咁話：嗯，我對電動車都好有興趣嘅，有速度得嚟，又慳油，仲支持環保添。啊，唔知道買車有冇 discount 呢？另外，伊健好興奮咁話：三月紅館演唱會反應好好啊，決定加開一場。提到前女友梁詠琪都啱啱宣布二月尾舉行歌唱喎。伊健就话等对方开心，希望大家都成功。至于会唔会请对方做嘉宾，伊健就话：嗯，我谂好难啦，大家都要各忙各嘅演唱会。喂，系咪惊同场尴尬啊？伊健就话：我哋各自聚精会神演出，佢有佢嘅舞台，我有我嘅啫。另外，寒冬之下 ，Amanda 真空上阵，着住透视露背装。佢话婚后咧都会照样性感示人。只要不要被人很 cheap 的感觉，她老公就不会介意。她还自爆，喜欢穿着三点式和老爷奶奶齐齐去游水添。